师选这一个新春的贺词，就是叫做山羊和谐。那么既然是跟山羊和谐有关，又是跟羊年有关，我们如何把星云大师山羊和谐，就是代表一种大地回春、春来复到、百业兴旺的这么一种想法看法。那我们如何在灯会当中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这次设计的一个主灯就是叫做山羊和谐。那么也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16公尺高的这么一个主灯，这一个主灯它会动，它会转，然后在转折的过程里面代表着山羊和谐、春来福到，这是第一个。那么既然又是跟灯会有关，我们沿着去年深受所有的一些游客信徒喜欢的天堂在哪里这一个光环隧道，我们今年也把它呈现出来。而今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们在这一个四个天堂在哪里的这一种所谓的设计当中，我们特别把高雄市的特产，那就是水果，我们把它整个放在我们的这个灯区里面。而且最能够带来观光客啊对高雄的这样一个印象啊，就是佛光山在我们高雄啊。这个佛光山跟我们纪念馆不只是高雄的骄傲，可以说是台湾的骄傲。